邦邦甩他脸上的眼珠，那血咔给这往下拉了。哎，紧接着后边这十多个往前这一上，小龙回手直接甩手就是一枪，操！往前冲的最快的这个，当着一枪就给你打坐地下，操！我看谁敢动他来？小龙这帮子兄弟当时往后退来，退，往后退来，操！600万来，拿钱，拿钱！哦。我这眼睛看不见了，我眼睛看不见了。真实的啊，也是记录在聂磊案件当中的，手底下平度的孟小楼两拳给人把眼睛打瞎了，打的就是这徐海清，真事儿啊！有时间你们可以上网去查一下，两拳就给把眼睛打瞎了，真鸡巴牛逼，给这眼睛打流了。那里边的玻璃体了啥的全被血都充满了，你这根本就看不了，这眼睛看不着了啊，我看不着了，有点傻眼，我眼睛这一说眼睛朝着右眼睛上边，操妈的，啪的一拳给把右眼睛也打瞎了，两拳就给眼睛打瞎的。哎，但是左边这个是彻底瞎，右边这个经过治疗就说白了还能稍微看着点，是吧？砰砰，这几拳头就给你打下，紧接着朝着这个肩膀头上，啪！报警！报警！我看不见了，我眼睛看不见了。把门关上来。孟小楼当时在这办公室里边作欢的了，啊！把他们门给我关上！我操你们妈的！关上！这一说把门关上，俩兄弟咣当把门这一关，十多个保安进来，进来，来，进来。我告诉你啊，谁他妈要是敢掏手机，我就他妈打谁。啊，谁要是敢报警，你报吧，没事，告诉他聂磊的兄弟孟小楼在这办事呢，你报吧，啊，你报吧，操，操，坐下，双手抱头来，都给我蹲那会儿，啊，都给我蹲那去，滚出去，都给我蹲那。十多个人呐，但是在这块儿抱着一整，没人敢动他了。啊！小楼当时手里边拿枪，来吧，600万，给我拿来，要么就转到全豪实业的账户上，啊，少一分钱都不行。打电话，把会计找来。这一说，把会计找来，哎。有人出去给他喊会计去了，不一会儿的时间，会计当时就上来了。那个，怎么了？快，给全豪实业公司账户上，企业名称全豪实业集团打600万。600万。啊，会计当时他妈屁颠屁颠的就下去了。啊，给聂磊的账户上汇了600万。这边钱一拿到手，徐海清还在这说呢，兄弟，放过我，放过我，放过你，放不放过你得聂磊说了算呢，对不对？电话扒着一拨过去，哎，拨给谁了？直接把电话就拨给聂磊了。聂磊当时在全豪实业的大楼里边这正听信呢，啊，拿着电话扒着一接上，喂，哥，钱到没到啊？群里到了，600万，办得漂亮啊！小楼啊，人现在怎么样啊？我看这俩眼珠子给他打够呛。我关心的不是眼珠子，我关心的是他的机子。放心吧，大哥啊，这个机子呀，我马上我就给他拿下啊！好嘞，办完事之后啊，回济南就行了啊！啪，这一撂下，哎，这把电话。